让你看一个让你高兴的东西，你看吧。啥东西？你猜。不是要买大金戒指还大金镯子？跟那差不多，性质一样。掏出来看看。我掏出来让你看看啊！我给你打开这个软件，让你看一下。咋了？你还没到货，你都跟我说了吗？你不能到货了给我个惊喜，你不会玩浪漫？来，让你看看，我的股票涨了，昨天一看涨了好几千。涨，这不还是亏本的吗？本也没涨回来，我以为给我买啥好东西让我看，没意思。我去，你得有点想象中啊，这先今天昨天涨一点，等到周一，是不是？要如果涨停几次，我都挣钱了，我到时候办法给你买大金戒指了，给你买个金镯子戴脚上，中不中？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啊。画大饼，天天吃，你给我画的饼，我都吃撑的慌了。你看你肚子吃多大，还让我吃大饼，我不吃。我非要给你买个金镯子，戴脚上中不中？我脚上不戴，真重。我买个粗的挂脖子上，中。我天天压着脖子。挂，现在都弯，脖子都弯了，再挂太晚了。你就给我画大饼吧，你不听。你得相信，所以得再晚上回去再找你妈弄点钱。我看这几千块钱才，还想往里面弄钱？拿个锤子给你绑到两锤，回去了。